哎呀，这些抗击绿皮的怎么都选不了啊？一点是吧？不想选，就选个种树吧。他杀鼠是对的，因为我不是胃，他不怕三个胃，因为他杀了鼠，如果我是鼠就更好。我如果不是鼠，就是我如果是，你看我跟你讲为什么杀马岱啊？因为我是鼠，他就得更得杀马岱；我是群，他也得杀马岱。我不是胃，如果我是吴，他杀不杀马岱都无所谓的。全都去死吧！所以他一定要杀马岱。叫我大勇若怯，大智如愚。我决定不刚他，因为刚他没有什么好处，不刚。藏着，你刚他暧昧真的没什么意义，他扔个牌或者掉个血没啥意义，不刚他。杀。让他去打别人，这里不刚他，你刚才他可能就不打别人了，你就让他打别人。弓箭手，刚他真的没什么意义。而且他血量高了，绿皮狗就会打他。不刚他。他血量高了，别人都会干他。你看，这不就有人干他去了吗？他竟然没乱舞，有点出乎我意料。真是美味，乐不思蜀。那你被乐了，这个没办法，这个我亮不亮你也是被乐，你这拯救不了你。早知道宰了他了，你这不是废话吗？你把人家打个半死，人家出来不打你打谁？你告诉我，还早知道你宰了他了，你可不他妈就应该宰了他。你怎么能不宰了他？这他妈是群雄吧，或者魏国？群雄他也不会去杀许攸的，许攸因为许攸明讨。被乐了，没必要杀。他只能是蜀、魏国或者群雄，可能穿心啊。一箭穿心，哪里可逃？不要魏啊！远交进攻，你怎么不远交曹操啊？曹操不是被乐了吗？我现在最怕的就是有二张，你知道吗？顺手接，你为什么顺一个贝勒的呀？不顺他呀？外面又没有无限，没有二张还好。你看，先给我，挺好的。弹丸入侵，伤势到。逃跑了，被穿心就逃跑了，笑死！被穿心了，逃跑了，看绿皮死了，太好了，舒服。顺桃子，那你可太难顺了，一堆牌。杀他不如杀贾诩，真的，他顺着你牌不是有闪吗？冰凉寸断，而且你没有魄力把后面人杀了，算了，不杀就不杀吧。亲历魏国，算无一策。
看那个徐福，老夫进京平乱，岂能空手而回？你没有魄力杀夏家吧？他怎么不拿冰凉啊？你有魄力杀夏家吗？雷杀！我要杀你们个天下不留！你也没有魄力杀夏家。愚者既出，智者何存？这你不杀夏家了？不杀夏家，你后悔一辈子！放下兵器，饶你不死！他没有魄力，不敢杀夏家。是我，我绝对杀夏家了。大智如愚，杀！我不会救他。杀你们个片甲不留！没有意义。不杀夏家，后悔不？主公。而且兵你怎么可能能兵张任呢？兵张任是最没有道理的。可敢挡我？兵张任是最没有道理的，你知道吗？火杀！我要杀你们个片甲不留！绿皮狗。这个局就很难打了，这个局就非常难打了。过河拆桥，杀！我是不会杀张任的，留着张任把书太穿了。我下回原穿了就穿了，无所谓，没什么鸟用。我一会儿刷料把珠帘拿了。我穿才不怕呢，他才是被周泰才是怕被穿的，我一点都不怕被穿。国之大计，审视无间。我不能双神速，因为我双神速的话我桃不能吃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双神速打死他我就要弃牌了，我不能吃。我这里肯定不能双，我给你们讲一下为什么不能双神速。因为我双神速打死他马上进入鏖战，我的桃全浪费了，我不可能双神速的。这牌绝对不可能双神速的。我这桃一定要吃的，因为我是夏侯惇，我这个桃一定要吃的。过河拆桥，如果双神速带走他了，那我桃不能吃，那对我来说是亏的。我夏侯惇把桃一吃，他们敢砍我吗？你还傻，你不怕被穿心吗？我把桃吃了，下回合再双神速都来得及。那个桃是一定要吃掉的，不然血亏。这里双神速把他带走，然后逼着他去穿周泰。虚如首级，不探能取物。带不走也没关系，下回合也能带走。开始吧，挣扎吧，然后死吧。谁敢留？这点旧伤算什么？
你杀我也行，我刚死。战如熊虎，不惜屈命。别的武器，对面的武器，这武器陆逊啊，太好了。那我把你带走，你穿我就穿我，没关系。夏侯渊其实已经没用了，金鳌战不能说没用吧，就没什么太大用了。我直接把他带走，怎么样？不善于千里袭人，不要这个，他愿意穿就穿吧，无所谓。屈辱受极，汝探囊取物。夏侯渊已经没什么太大用了，不能说没用吧，但是没什么太大用了。他想穿就穿了，我也不要了。他甚至都没有能力穿。杀！壮情好胆，小伤何惧？单挑，两肋插刀，只愿不死去，算什么？顺手牵羊，万箭齐发，闪！战如熊虎，不惜屈命。本将军败于诸葛，杀武汉。哼，这点小伤。节奏掌握的是不是很好？节奏是不是掌握的很好？得敌必窃矣。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节奏。这把夏侯渊是不是非常用的非常的娴熟？